哇塞哇塞，好暴躁，好暴躁！今天我们来印度洋的海边，在这玩呢啊，看见远处的渔民准备要收网了，我们过去看看能打到什么鱼啊，合适的话就给他拿下。走吧，走啊，看看去啊。现在在非洲这边啊，就相当于冬季啊，因为我是处在坦桑尼亚，位于南半球嘛，啊，现在属于这个国家的冬季啊，非常凉快。看远处的渔民就在那儿准备收网了，他这边打鱼啊，就是等这个潮水退的时候，就开始开着这个船啊去下网，下完网之后呢，他就涨潮了，他就回来了。你看这里一波人，那里一波人啊，两头拉，把中间那个大网给他兜上来。你看这海鸥这海鸟早早的就在这等着了，开始了开始了啊、哦、你看，哎呦，拽着根绳使劲往上拽啊，那边也是啊，那边也是那波人使劲往上拽啊，非常凉快啊。麻铁子使劲啊，干着活的使劲啊，一会儿 discount too much， 一会儿狠打打架啊，干点活狠打打架啊，使劲使劲，来了来了。哎，这打鱼挺有意思啊，你看这吃瓜群众，小吃瓜群众在这看着呢，干活。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该给他放一首《纤夫的爱》啊？你看他把绳子拉上来之后，那个人后边的人啊就上前面来啊，后边的人就走到前面来，这样省劲啊，使劲拉。他这里地上还有个篮子啊，我看看他之前打的这些鱼，上一网打的啊。哎呦，还有龙虾呢，还能打上龙虾来呢。嗯，这小鱼，这是螃蟹堡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么恶心呢？然后前面还有一筐呢啊，前面还有一筐，我看看前面这筐。哎呀，鱼不少啊！你看这小鱼，这小鱼炸炸吃可好吃了。你看，有小鱼有大鱼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一会儿看看他这网能拉上来什么好货啊，拿下点儿。完了，这筐子那鱼儿都让海鸟吃没了。呵呵，哎，船快冲跑了，那个船，船没有了。啊，没事吗？哦，可能是他这个把船冲上岸了，一会儿就啊、哦，我寻思一会儿别冲跑了。嘿，当地人也挺友善的啊，跟你有说有笑的，真的挺好玩的。我一直以为远处黑的是个浮漂呢啊，原来是个人啊，海中间也有人看着网在那儿，这个网马上就上岸了啊，你看这个两拨人已经聚齐了，然后你把中间那个网给它拖上来，我们一起看看这印度洋里啊现捕捞的这个有啥海货。下雨了下雨了，滴大雨点了啊，也马上上岸了啊，下雨就预示着丰收啊，咱过去看看，看看里边有没有大货。都跑过去了，都跑过去了，走走走，往里走。哎呀哦，他是你看这些人就在里边驱这个水啊，他害怕这些鱼啊什么的就钻沙子啊，非常的聪明啊，害怕这个鱼跑到这个沙子底下藏起来。哎呀，哇塞哇塞，好暴躁好暴躁，哇塞哇塞哇塞，好多好多好多鱼啊啊，噼里啪啦的，哎呦喂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好活跃啊，这都什么鱼，有没有认识的啊，弄一身沙子啊，这些鱼，我看看，哎呦，还逮上来一只龙虾啊，这太小了太小了，这是龙虾崽子，看有没有什么好的，还有石斑鱼嘞，你看这石斑鱼，石斑鱼石斑鱼，这是吧，这是什么鱼啊，这个鱼为什么是看着有点是透明的呢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活的啊，海捕大虾，哎呦喂，吓我一跳，这是海捕大虾呀，不错呀、啊，等它都分拣分拣，买点儿。这个鱼啊是太能扑棱了啊！你看我的眼镜上，你看我衣服上啊，全都是沙子啊。一会儿呢多买点儿，然后给我朋友家也送点儿啊，新鲜啊，这太新鲜了，晚上直接吃可以，吃加购加购，好吃啊。
你们都见过八条腿的螃蟹啊、哦，今天我给你们看十条腿的，你看，你说你，哇，这十条腿啊！哦，八条也是八条啊，这有两个钳子，也是八条，但是它上边这两条腿为什么冲到天上去了呢？这是个蜘蛛似的，你看。你看这大人啊，就把大鱼拿走了，小鱼呢，就是他们不要了，就把这些小鱼呢，这小孩再捡捡啊，带回家吃。行，还不浪费。哎呦喂，太瞧得起我了啊、哦！哎呦，直接全倒下来了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？怎么蹦蹦的呢？蹦直了都，你看不打弯了都。这个是。买点啊，买点，怎么卖啊？性价比，性价比。啊，不贵啊。性价比。这咋卖呀、啊？也没有个秤，也没有啥的。F 库米兔。库吧，跟咪咪库吧。一万块钱两条，确实合适啊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妮妮。还活的呢，这个。这个鱼怎么这样？刚才没说完啊，他这两条大的卖我一万啊，一万就是20多块钱人民币，28.9，然后呢，比这个市场里卖的便宜啊，但是我觉得还能讲价。打压力，打压力，性价比奥罗，性价比。啊？性价比萨拉西尼是3万啊，3万就是合人民币80多块钱。讲价呢，马铁斯就给我讲上价了。现在马铁斯是我的讲价小能手，只要我在外面买东西，马铁斯就直接上我杀价。又加了两条，一共花了16000啊！马铁斯这讲价小能手，名不虚传，厉害厉害啊！这条得十好几条啊！你看这么大个啊，十好几条，16000是相当于人民币50块钱嘛？走吧，阿三的。啊，三弟啊，三弟啊，三弟，丰收了，丰收了，你们丰收，我也丰收啊！50块钱买这么多，太合适了，比那海鲜市场便宜太多了。爸这么吃？呀，啊，我们那个转的呀，对，那你放，对，转的吧。啊，快发誓发誓，走吧，走吧走吧。他说那边好多小偷，好多小偷都在那边，他说好多美国人来了就被偷了。我以前我就觉得啊，在海鲜市场买海鲜好便宜啊，在海边没想到更便宜啊！哎，50块钱的收获啊，这么多啊，太多了，太合适了，太合适了啊！我现在呢就把这个鱼送我朋友家啊，都送点儿，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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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